魂老爹感电玩。大家好，今天老爹要来打我们的天经地义的阵容。那么呢，老爹要来改即时对战。老爹的即时对战呢，昨天呢、示范了第一名的阵容。那么今天呢、老爹后来啊、自己在研发过后，因为那个第一名的阵容啊，还是老爹还是会输哦。那么呢，直到后来，老爹再次改了一下阵容之后，就变得更为强悍了，惊为天人啊。那么，现在老爹就来分享这个阵容啦。好，匹配不到对手，太强了，匹配不到对手。来一个人啊，你干嘛、随便一个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没有人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来一个啊，好，碰局，干局，没问题。昨天老爹的阵容哦，是在补一只地底王哦。老爹发现啊，再加一只偶陀更为强悍，把我们的原子武士哦，我觉得这个阵容啊更强啊，各位观众啊，真的是更强哦。好，来分享给你们。而且老爹哦，从头到尾直接按自动就可以赢了，让你们看看。好，原子斩，没问题。我们的 King 造成80000的伤害，钢铁骑士97000，再来屁孩冲了出去，97000晕眩到他的独角声，没问题。老爹的原子斩呐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他直接投降啦！我就说啊，老爹改良后的阵容啊，我觉得啊，比这个现在这个第一名的阵容啊，还来得强悍呐、没问题。那么我们来第二场，这个都读不到人是怎样啊？怎么都没有人啊？来一个人啊，你干嘛？好，来，为什么每次要等30秒才有人啊？没问题，直接自动一波流，每次都第一名，每次都赢哦。好，来1000分的是吧？好，他的 King 开了一个虚跳声，再来，老爹的 King 瞪了一下，没问题，钢铁骑士89000，再来，地海中的出去98000，没有晕到，没关系，原子斩啊，直接砍掉他2只，再来，自爆，你自爆，好，他自爆2只了。他自爆2只啦，让你白嫖啊！你自爆2只啦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轻轻松松结束比赛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队伍真的很强啊！改良第一名的队伍啊，我觉得比第一名的队伍更强啊，真的啊！你们可以试试看啊，这个阵容真的超级无敌强的。老爹改了这个阵容之后啊，没有输过啊，天经地义哦。为什么每一次都要等30秒啊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你在干嘛啊，官方啊？啊，没关系哦，来，30秒就30秒啊，凉了半截哦。你遇到我啊，你是应该凉了半截哦。好，来，食人花是吧？食人花是吧？我让你食不到花啊，你啊。来，你干嘛啊？进攻啊你啊！犹豫就会败北啊！
好，我们的 King 开了一个小眼神。胖老爹在零二七线招呼到甜美阔鱼，我们笑他。好，我们的 VIP 中的数据120,000呐、啊。再来，颜值三呐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惊人的伤害啊！你好，打得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他已经没办法了，三打一，四打一哦，没有办法了，他已经没招了，输定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老爹这个阵容啊，根本就是天经地义，东方不败爹啊！这个比昨天的阵容还强势啊！昨天那样已经很强了，但这个阵容啊，更为惊人啊！我根本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爹啊，并非浪得虚名哦。我老爹古灵精怪，就是这么强横啊！阿赖，又要等30秒，烦不烦啊你啊？阿赖，阿O R O B L O X， 好 ，ID 很长哦，不过依旧不是老爹的对手啊。我们直接自动打爆他，直接自动啊，轻轻松松啊，真的是自动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的 King 开了6个心跳声，再来，钢铁骑士钢了6个，没问题。我们的 PI 130,000呐、啊。130,000呐、啊，人之斩，没问题，他只剩2只啦，轻轻松松啊，他准备自爆了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有没有看到啊？我就说啊，古灵精怪爹的这个阵容啊，跟鬼一样的强悍啊。不是啊，为什么每次都要等30秒啊？官方啊，你这个什么鬼东西啊，不要浪费人家时间啊，很讨厌啊。为什么一定要等30秒啊？好，20秒就有了，真奇遇，奇遇是吧？奇遇是吧？一拳超人是吧？我古灵精怪爹啊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阿赖，看看是一拳超人强，还是文老爹强？没问题，我们的 King 开了一个小眼神，钢铁骑士85,000，再来，屁孩冲了出去，12,000，晕倒一个，再来，颜值三呐，他只剩3个啦，他只剩3只啦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16,000是吧？不痛不痒啊你啊，颜值三是吧？哇，6只都活着啊！你怎么跟我斗啊？我按自动哎、欸，我按自动啊！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再下一城。连奇遇哦都不是老爹的对手啊！你们说看看啊，到底强不强悍啊？好，刚刚20秒就有一个人哦，希望这次也快一点啊，快一点啊！我很喜欢即时对战啊，但是不要等那么久啊，很烦呢、欸。好 ，K 歌之王，没问题。他已经有球棒的造型了，很快就有球棒造型了，赶快选人啊你啊！好，没问题。1:94，你够资格当我们今天的对手。来，我们直接自动让你啊，自动啊，全部 AI 哦。老爹如果手动啊，应该会强一点点吧？我们不用啊，我们直接 AI 操作就可以了 ，AI 操作就可以了。你快点啊，你干嘛？不要拖时间啊！哎呀，很讨厌拖时间的人啊。好嘞，我们打爆他，
强敌出现，赶快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！为什么说那么久啊？犹豫就会败北啊！没问题，他的大招开不出来。我们的 King 开了一个小眼神，有两颗气了，再来。他的圣海王吐了一个舌头，没问题，一样撑得住。三个骑士，83000的伤害，造成三个受伤。好，我们的 PI 100000的伤害，晕到了主角身，没问题。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哎，不是你的、啊。没问题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看我的原之斩呐、啊，3-3。哎呀，你要翻中间那一个啊？好，没关系哦，自动还是可以赢啊，还是可以赢啊，没问题。一打一，我欧抓，丢死他，丢死他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老爹这个阵容啊，简直跟鬼一样的强悍啊！修改过后的第一名阵容就是这么狂妄哦。好、oh, 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零败机啊，大家拜拜。